不跳。为什么？哎，你知道年纪大进去，你知道血压比较高的。那还蛮爽的，下来吧。不去不去不去，我要去开工了。年纪大了，年纪大了。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，反正这一段环节跟我没关系。我是不会轻易下水的。我想赶快去做歌了，因为我们好多东西没做，双人组的也还没有弄，全部的歌也还没弄。在车上跟凯琪姐好像不是这么讲的。哎，对。那你在这个节目里面你会游泳吗？当然不可能啊，我打死不脱衣服啊。那你可以穿 T 恤啊。多奇怪啊，如果湿掉上来的那一刹那，它会裹着你的身形。我脱了，我的演艺生涯要结束了。你啊，没有我的意思。你长这样，我人生最大的挑战是在跟体重 battle。